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نون 以笔和他们所书写的门市你为主的恩典你绝不是一个分人你必得享受不断的报酬你却是具备一种伟大的性格的你将看见他们也将看见你们究竟谁是害疯病的你的主的确知道谁是背叛他的正道的他的确知道谁是遵循他的正道的你不要顺从否认真理的人们他们希望你柔顺的他们也柔顺你不要顺从每个忘事的卑贱的说谎的禁谗的吝啬的过分的犯罪的粗鄙而且是私生子的人那是因为他有财产和子嗣的有人对他宣读我的迹象时他就说这是古人的故事我将在他的鼻子上打上烙印我却已考验他们犹如考验原铺的主人们一样当时他们曾门市他们必定在早晨收获原铺里的果实并不留一部分给平民当他们正在睡觉的时候从你的主发出的灾难降临那个原铺一旦之间变成焦土一样他们曾在早晨彼此相呼你们当在早晨到园里去如果你们想收获他们走了途中悄悄地商议今天绝不要让一个平民走进园铺他们早晨起来认为自己是能遏制的当他们看见园铺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却是迷雾的不然我们是被掠夺的他们中最优秀的人说难道我没有对你们说吗你们怎么不赞颂真主呢他们说赞颂我们的主超绝万物我们却是不义的于是他们大家走上前来互相责备起来他们说伤宰我们我们原是放荡者或许我们的主会比这更好的原铺补偿我们我们却是恳求我们的主的刑法就是这样的后世的刑法却是更重大的假如他们知道敬畏的人们在他们的主那里必将享受恩泽的乐园难道我使归顺的人们像犯罪的人们一样吗你们有什么理由你们怎么这样判断呢难道有一本可供你们诵习的天经在那本天经里你们却有自己所选择的难道我曾与你们缔结过复活日才满期的坚定的盟约因而你们却有自己所判断的你问他们他们中有谁能保证那件事呢难道他们有许多配主吗教他们把那些配主召唤来如果他们是诚实的人在那日大难将临头他们将被招去叩头而他们不能叩头同时他们身遭凌辱不敢昂视而过去他们健全的时候都曾被招去叩头你让我惩治否认这训词的人吧我将使他们不知不觉地渐趋于毁灭我优容他们我的计策却是周密的你向他们索取报酬教他们负担太重呢还是他们能治幽玄故加以记录呢故你应当忍受你的主的判决不要像那个葬身于腹的人一样当时他拗着怒呼吁他的主假若从他的主发出的恩惠没有到达他那么他必受责备的被抛到荒凉的地方
此后你的主拣选了他，并使他入善人之列。不信道的人们几乎以他们的怒目使你跌倒。当他们听到宣读教诲的时候，他们说他却是一个疯子。这古兰经不是别的，它是对全世界的教诲。